賽嘅開始啦！大會係好高興邀請到幾位主禮嘉賓為我哋主持季軍賽嘅開球禮噶。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 GBSJP。香港足球總會副主席貝君奇先生 BBSMH。元朗區議會副主席黃威信先生。深水埗區五人足球隊領隊黃俊雄先生。
咁雖然五人中球賽落場嘅咧係得五個人，但係報名嘅咧係成批人可以係達到18度。咁當然啦，仲有背後嘅教練團啦、助教團啦等等嘅團隊幫手咧，陣容係相當之龐大噶。今日國之嘅隊伍咧嚟到呢一個決賽呢一日，無論參與決賽啦定係季軍戰咧，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回饋嚟噶啦。